日本一隻兩歲睡衣兔，平時最喜歡被人摸頭，睇落非常温順，原來超有脾氣的。日本媒體星期二報道，這隻紅兔一旦開化，主人想摸一下都不得，不單止會猛力揈頭，甩開主人的手，還會眼神不善地怒啤對方。名為吉秀君的垂耳兔擁有超過8420個粉絲，戒印自主夫婦為他開設了 YouTube 等社交網帳戶，活殺機器啊，拍片記錄人寵日常生活，幾乎每日都直播兔兔生活，令看眾都覺得十分治愈。早餐相信是吉秀君一日之中最期待的時間，他每朝早都會在固定時間同一地點等食早餐，主人飲茶食飯，垂耳兔就不停口食生菜和草，場面相映成趣。